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李曙芳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。在这里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周末假期愉快。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来讲话，我们大部分应该是要谈到的是一个基本面上面的问题。当然大盘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上面告诉大家，那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，大家在选股的逻辑上面，你到底要去选择大军将至粮草先行的粮草，还是你要选择大军？那因为这个在整个一个景气循环而言，或是在出货的时间表而言，它会有所不同。我们等一下会从基本面的角度上面来看。好，最近我们在之前来讲话，已经先行市场上面告诉大家的 Coverse 的部分，那这个 Coverse 我们到底要买什么？好，等一下会跟大家讲。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，我们也谈到说，这一个礼拜以来大家会觉得啊，有些人呢真的在 AI 伺服器相关的概念个股涨多之后呢，风浪真的很大。好，那在风浪很大的过程之中里面，它也形成了一个过热，而这个风浪就是过热，因为你资金的一个流向比，以晶业电脑而言超过了80%，称之为过热区，它就会有一定的后坐力嘛。但是看到了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过，你现在里面来讲话，你的部分之间的确可以转到非电，但是你要有时间，你要有耐性，因为电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占资金的流向比，这是晶业电脑仍然高达70以上，那没有到80的过热区，那70以上就它还是主流，所以你少部分的资金只能转往到非电，只能少部分。那我在昨天看了一下，资金转往到非电，但是它涨的是什么呢？它涨的是叠升，它涨的是题材性的个股，那个走不远。所以在目前来讲话，整个一个所谓的 AI 相关的概念个股里面，仍然是台北股市能见度非常高的，所以你只要站稳，站稳了，面对风浪的过程中你站稳，然后再过来坐对了位置，那我觉得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，你只要选对的股票，在 AI 伺服器 AI 晶片的概念个股，你仍然会是台北股市最大的一个赢家。为什么会这样看，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。先把大盘简单的带过，大盘 KD 指标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，那就告诉你短线上面的台北股市它就是要挑战前高17401了，它就是要挑战17401。但是挑战17401的一个过程之中，它在过的时候你要回头去看它的量有没有出来， KD 有没有去做过高，它不可以同步的双背离，如果双背离的过程之中，你就不要过度的去做一些的追高。好，那电子占70到80之间为主流，80以上为过热区。好，那70以下，好，大家想要的非电或是你喜欢的非电，它才会成为主流。那如果电子还是占70%，那你大部分的资金就是尊重市场趋势的力量，仍然是在电子，而电子里面来讲话，能见度最高的就是 AI 伺服器，再过来就是 AI 相关的概念。那台币里面来讲话必须止贬，因为今天的新台币呢再度的一些的重贬，重贬，所以它影响到一些台积电的走势。你看台积电本来规涨厚厚啊，尾盘被打下来，这就是因为台币贬值的一个效应。但是呢，台积电我们说过，如果你能够放到2024年，它就是第二部曲，在未来里面晶片会非常受惠的一家公司，那我就不多讲。那目前外资必须期货选择权现货上同步偏多才有利于指数，如果过了17401到17500到17700多点，大概都是台北股市过去大量区间重仓的压力都在那边，是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的。那我们回归到我刚刚要讲的，就是大军将至粮草先行。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话，早就跟大家讲 Coverus 的一个叫做施志成的一个封装，那现在才有很多的专家在讲，那我就跟大家讲，很多的专家在讲 Coverus 的先进封装的设备公司的施志成还会涨，但是你要了解到它是直接把价位到了，就是短线上面你要知道它可能会涨，因为市场上面总是有人会去追逐强势个股，可是呢，你要知道它就是一个在目前冲刺最后的极短线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整个一个 Coverus 的施志成的设备
它是要增加订单的。那总体而言，资本支出不变的情况之中，你的湿制程的设备增加 ，CoWoS 的先进封装的增加，那其他呢？好，其他的设备个股里面，它就会不好。好，这是你自己留意的。那我在这里面来讲话，就以这个时间点跟大家讲说，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跟大家谈哈。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说，台积电的 CoWoS， 它现在开始好跟所谓的宏硕第一供应商为3131的宏硕。这是第一供应商了，第二供应商为3583的星云，我们在之前110几块钱就介绍3583的星云嘛，那当时候为什么介绍星云没有介绍宏硕？是因为宏硕呢，它在当时候的股价它先涨，你来看它先涨，它先涨之后把本益比拉到20倍以上，拉到20倍以上，它是不是先涨这一段？再后来你就可以发觉它不动了，开始星云在涨。星云我们是在这里开始介绍的嘛，110几块，对不对？那到了现在，那你要想想看，现在里面来讲，设备公司跟一般的晶片公司不一样啊。台积电设备进来了，你进来可以达成我的目标，它就不需要再多买这些的设备。所以设备个股你必须短期之中去做面对，因为台积电就如同我在之前讲的 ，CoWoS 的总产能哈，以一年而言呐、啊、是12万片，今年就是一个月是1万片嘛哈，到2024年它是24万片，好，24万片就是2.2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增加了一倍。可是你的 CoWoS 它这一次的订货过来之中完成，它可以每个月的一个产量增加一倍之后，它需不要再买这个设备？它不需要。所以在当时候里面来讲话，你就应该先买的就是这些湿制程的设备。我说第一供应商叫宏硕，第二是星云，然后宏硕跟星云就是在本益比上面互相好，所以大军将至，粮草先行，而这个粮草就称之为设备个股，现在大家都会说了。那再过来呢，你设备进来了，你可以大量的什么生产你的晶片了嘛？譬如说为什么 NVIDIA 它现在的 AI 晶片 GPU 的部分是大缺货，因为你的先进封装不够，你晶片进来了，你晶片进来之后，你没有办法去做到你的先进封装，所以它出来的 AI 晶片里面就很少。那你的设备现在进来了，那请问能够大量出的，从 1.2 万片变成 2.2 万片，那谁受惠？你的机器设备不用增加一倍哦，但是你的晶片量会增加一倍哦。那再过来的受惠个股里面来讲话，就是 AI 晶片嘛。AI 晶片里面就分成很多了，那 AI 晶片上面就个 ASIC 里面来讲，譬如说3443的创意，今年明明没有成长性，还公你看公布二月份第二季的营收还衰退，为什么不跌？3037的星星说第三季完全不会成长，持平，为什么不会跌？好，我就跟大家讲说，在这种过程，在股市之中，你总是要比别人先知道一些的东西，一些的故事，好，你才能够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你设备我在当时候推荐星云的时候，110几，是跟大家讲，因为宏硕先涨，星云本益比低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去买星云。可是星云到现在里面来讲，它今年的 EPS 是从7块成长到明年是11块，那现在本益比里面来讲话，也到20几倍了。但是设备个股就是这样子，拉完货之后，或它设备里面的一个货，它要到6个月哦，因为台积电说你不要再6个月给我，你赶快给我啦，有多少先出给我。所以他们的营收是温和性的成长，做好了就拿给台积电，做好了就拿给台积电，温和性的成长。但你设备如果到位之后呢，晶片会大爆发，因为不是 NVIDIA AMD 他们要做 AI 晶片， Meta 脸书Google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，甚至是 Microsoft 都要去做晶片。那你要去做到这些晶片，你要符合 2.5D 3D 的一个封装的过程之中，这个细制材 ASIC 在未来里面晶片要大爆发的时候，它的获利会大爆发。那能够做到 2.5D 跟 3D 封装的，跟 CoWoS 先进封装的，那就是台积电旗下一家公司叫3443的创意。那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说1600一定会1600以上，好，今年根本没有成长性哦，
去年大概27块多28，今年大概30，但是因为这个部分会造就出来 AI 晶片大爆发之后会造成创意呢，明年里面来讲话就会到多少，就会到40块钱以上，后年会到50块钱以上，所以这一档个股会2000块以上，也就是说从1600块会调到2000块以上，基本哦，我说基本2000块以上。那3661的世星呢，会调到2500，好，会调到2500，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。因为呢，这个当然世星跟 AI 晶片的上面的2.5D、3D 的封装没有关系，好，但是在这种过程中，因为创意会上去嘛，会接到非常多的订单。好，那这个时间点就会把四星带上去。那说那为什么智元就不会呢？因为智元它太慢，智元做的不是 CoWoS 的先进封装， CoWoS 是台积电独有的，听清楚哦。为什么创意会受惠？因为它是台积电独有的，好，台积电独有的一个先进封装，那其他人只能用骑士封装或是其他的封装，那就是非台积电系列，譬如说三星系列的，那才能够有什么智元这一类型。那智元他又说他必须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才可以做到先整个14纳米下比较先进的封装，那股价就先跌下来嘛，好，他就先跌下来。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，那你这个晶片出来的是不是要晶圆代工就可以受惠？再过来呢 ，WOS 的部分，我说 OS 的部分是载板，好，载板跟什么封装跟测试，测试里面含检测。好，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留意这个流程，你要把流程弄出去。所以你做短线设备还可以冲刺，可是你做长线要往这边流动了，好，要往这边去做一些移动。那在这种过程中，因为你的 NVIDIA 辉达的 AI GPU 大缺货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军二军，大家搞清楚哦，你要看清楚哦，哈，它开始大缺货之后呢，那 NVIDIA 他就决定说，嗨，我来看看谁跟我关系好，我就把我的晶片先给谁。所以获利会出来的都是跟黄仁勋董事长里面来讲很好的，所以我当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说，他去拜访了广达旗下的云达，把皮夹克给了云达，再过来呢伟创，好，伟创旗下有伟影嘛，对不对？那再过来呢还有英业达啊，美超伟的部分就不用讲，美超伟就是造成在最近里面来讲话有一些公司里面大涨，譬如说华泰啦这一类型大涨。那还有什么？大家看清楚，还有一个叫技嘉。我说你不要因为技嘉，大家都以为技嘉是主机板，错，技嘉旗下的技刚它可以做到 AI 伺服器的组装，那因为它跟黄仁勋很好，所以所有的主机板的模组跟板卡是伺服器的部分，好，不是 NB 的部分，它是给技嘉，好，它是给技嘉。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，一旦你的市占率你调的开始比较高，而且得到呢，我们刚才讲了嘛，因为整个 NVIDIA 它跟台积电已经签好约，它一共可以出来24万片，其中 NVIDIA 就在明年里面来讲占了 14.4%， 有没有超过一半？它就超过一半，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你要选对，我就说风浪会很大，但是呢这个基本面实在太强，太强的过程之中，也就是说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从基本面去了解到 AI， 所以他只会念说 AI 伺服器就是当时候的航海王， AI 伺服器就怎么样，然后叫大家纷纷的跳船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以台湾里面对 AI 伺服器的定义跟署方我是不同的，如果他是沾亲带故的，我觉得那个我认同，涨太多风浪很大你可以弃船，可是如果你是 AI 伺服器的正规军，你相信我，你现在买只要你的资金控制好，你不会套牢，因为它的获利的跳升的幅度会很大，怎么样的一个跳升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。那你再看哦，刚刚谈到是 NVIDIA， 过来是微软 Google 跟所谓的一个亚马逊跟 Meta 的部分，它又下订单给谁？它又下订单给广达，广达就是云达嘛，伟创、伟影又是几家，还有华硕，华硕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，在第一个起涨点里面就跟大家讲，可是你要记住哦，因为华硕本身来讲话在集团个股里面比重比较低，它是新进的，它大概是1%，这个部分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。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，在这个时间点 AI 伺服器涨多，那资金里面我认同处方一向很客观讲，我认同 AI 伺服器有些公司过热，有些是打假球，有些是擦边球，那你把资金里面部分的资金移动到飞电，我非常的认同。我在之前就讲，以长期而言，2024年奥运你去买奥运概念个股，长期不会输，
就是巨阳啦、吴宏啦、丰泰这一类型的，那你就是要稍微有耐心。那如果你要去买 AI 伺服器的概念个股，为什么长期不会输？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原因跟理由。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，我们说股价它是靠基本面支撑出来的，那整个一个高点是靠技术面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在基本面业绩成长个股里面去做选择的话，那在这个时间点要成为台北股市真正的赢家，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，跟上我们在未来盘中全新投资组合的操作哦。你好，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。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不管广达、伟创或是技嘉这一类型的个股上面而言，它就称之为一军。光宝科的部分里面跟秦城的部分基本上也称之为一军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他们的波动力里面来讲，跟跳动力获利的贡献度是最大的。我举例在之前里面来讲，台光电法人本来都估16块，好，那你现在是 AI 伺服器从10万台变成15万台到17万台，甚至明年到20几万台、30几万台、40几万台，一路到后年之后呢，它明年的获利，这是本来是估2024年，看到没有，马上跳到23到24。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来自你的研究，当你早就知道的过程，就是我说台光电，我是不是早跟大家讲为什么我选择台光电200多块你就买，我300块还敢买的原因是它是在亚洲唯一的，亚洲唯一的供应链，而且它是非常耐热的。那到这种过程中你就可以发觉到它一只涨停板从300块钱还打到跌停，那一天我买的时候快跌停，你来看2383的台光电，如果你不相信你回头去看这一天打到300块，你是不是快跌停？这一天我进去买，那你看它沿路以来的涨停，沿路以来的涨停板，哦，好几根涨停板，一根涨停板，两根涨停板，三根涨，从300块钱到427.5，哎，这几层啊？这已经是3层啊，4层啊，这已经是4层，你才去做追高，那你今天当然要忍受震荡啊，4层哎，一个礼拜，而且它一定要被关禁闭，我猜的啦，这一定有人在躲禁闭，所以这个部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你要选择正规军，那你来看看，我做个举例哦，秦城因为现在也被关禁闭，我说风浪会很大，风浪会很大，你自己要去做留意。秦城呢，你看在这边里面来讲，本来大家估11块，后来估到13块，那未来呢，我告诉你有可能估到16块，我们就等着看嘛，本来是11块，可能估到13，未来会估到16块，因为我刚才讲 AI 伺服器里面的量能上面来讲不一样，你就像建准现在大家已经估到8块以上，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，这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留意哦。那就像2376的技嘉，本来法人估今年是11，明年里面来讲是14到15，那搞不好慢慢会向20靠近，搞不好会慢慢向20靠近，这是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留意的。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像星星啊，明明第三季不会成长，那为什么它股价不跌啊？人家智源至少还成长4%，跌成这个样子啊，你星星为什么不跌？你来看3037的星星，因为呢懂的人就懂了，星星现在为什么它不会成长，因为呢整个一个窄板第一供应商是日商 Ibiden，第二供应商就像星云，它不是第一供应商哦，星云是第二供应商，在那个 CoWAS 的4制程，星星未来会成为第二供应商，所以它资本支出才不变，所以你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。就像我在这个节目常跟大家讲，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，说你要选择低的，跟你要选择高的。你自要去做留意，就像2376技嘉，第二季财报它是利空，结果居然没有再往下跌，这是公布财报利空，这是隔一天，这是今天，为什么？就是我跟大家讲的，它未来里面 AI 伺服器在明年会占营收比20%到30%，你不要以为主机板都这样，显卡都这样，错，它是因为有技刚，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，它是因为技刚，而且它已经做到什么？不是主机板哦，它做到 AI 伺服器的组装，AI 伺服器的组装是一般传统伺服器的3倍，
那整个一个创意呢，它的订单会40块、50块。这样子去跳，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。那建鼎的部分，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说，你先去把它当作要高股息殖率的个股，让他去做高速传输板的认证。好，你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在除息前之前开始买，他填权了。沿路以来呢，那市场上面的投信就开始现在在追了。那股价呢，连续几根涨停板，四根涨停板之后，到今天又创新高了。好，又创新高，更不用说建准。好。2421的建准哇也被关紧闭了，从这里我们从90几块100块钱，好，我们从60几70几买到100块钱90几100再买到创新高，这边已经是五根停板又被关紧闭，但是你放心，这些的个股上面而言都还是不错的。那秦城的部分也跟大家讲了，散热会好，好饥渴就会好，好那个报价都是好几倍以上。那秦城它本身就是全部都是伺服器，所以它跨入到 AI 伺服器的机壳是比较快的。那在目前来讲，你自己去看嘛，它并没有爆大量，大量区间在这里，所以这种个股上面来讲话，你自己留意。就像2301的光宝科，震啊，咚，今天又创新高了。因为我说风浪很大，你站好位置，你坐好，站好你的脚步，坐好你的位置，你就不怕海浪滔滔。你不要随便你站对了位置，你又随便把你位置让给人家，你去做弃船，那不关我的事哦。吼，这大家自己留意。那光宝科大家很贵啊，或是呢，不是每个人都敢买。那我说，那你要稍微退而求其次，吼，也可以去做到这么高福特的一些所谓的电供器，那大概是6282的康舒啦。只是说它的一个融资水位上面会洗比较久，但目前来讲话是没有问题的。在之前我说这一天是抽签嘛，一定有很多人会卖给你。那到这个前天大家都可以卖了，好，那就没事了，你看它慢慢就上来。像这种个股上面长线上面，好，你就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，好，这一类型的个股。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，整个一个矽制材相关的概念个股可能又会有风云再起的可能性，好，这是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留意的。选择好义军，好，面对海浪滔滔的时候呢，你站稳你的脚步，好，不要轻言去做弃船。那部分的资金，好，避免你要去追逐那沾亲带故打擦边球的，何必呢？那么辛苦干嘛？你就去买一些飞电的，去等待未来的收成跟收割。这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来讲话建议大家的一个做法。所以在目前的台北股市的技术面呢，告诉我们17401它会挑战成功的，但是你要买对个股，你才能够进入到财富之门。要跟着曙芳一起买业绩成长股，成为台股真正幸福赢家的观众朋友呢，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，跟上我们在未来全新的投资组合哦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